陈意娜就说：“陈意娜又瘦了，我轩又瘦了。Okay. ”还在播。狗屁！这样装得很累哎。我应该也要学那个，就是说线上有多少人，我才会出现。可以入场。好的，那我们掌声欢迎陈意娜耶！哎，飞速只有356，怎么那么可怜、啊？你不要讲出来，没有人知道。嗨，突然就这样被 Q 来了。对，不知道我爸妈有没有看。希望我妈会觉得说，哇，我怎么那么会生，两个女儿都那么漂亮。好，然后下一页呢，就是我的鼻子。啊，鼻孔好大哦。哎，你鼻孔更大好不好？快全家，你全家鼻孔叫你爸爸。这个边边呢，又一圈粉红色的围绕的呢，是创作者设计者，他想象是 Pinky 围绕在我身边散步。哦，是不是很想哭？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这也太值得我掉泪。好，今天不要掉泪，今天开心的分享。有人问我有没有把编号0330的或0618的留起来，答案是没有。我就想说，反正他们是我的姐妹，我就算给他们公关品，后面印 sample。他们也是觉得很独特所以我拿到的也是后面写 sample 对对对对，我的家人然后我的姐妹我们都是 sample 的过年期间过年期间很多人都来社群里面玩其中有一些呢是现在正在考高中的学生，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放了 SHE 的歌，然后就讲到 SHE 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妹妹就说 SHE 是什么，然后我就在底下回饼干，他说哦，原来 SHE 是个饼干品牌啊，你把我当 Oreo 了是不是？ SHE Rio， Cereal， 可以可以。所以从此以后，在我们社群里面呢， SHE 就代称为饼干。所以姐姐她第一次进来我们社群的时候，大家就说饼干来了，饼干姐姐，饼干来了，饼干来了。我看到好多人都说，我不得不也把它分享出来。好多人都说 Selina 你又瘦了，太多人说这句话，太多人说这句话，这很好，这变成一个口号。你看到 Selina 就说 Selina 又瘦了，我宣又瘦了，我宣不管再胖，一直胖，还是都坚持的一句口号就是我宣又瘦了，我宣又瘦了。没关系，我只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在，我总有一天我会瘦。你瘦了，你已经瘦了。对，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催眠自己，我是最棒的，我是最瘦，我一定是最瘦的，我一定是最美的，好不好？拜拜，我们下次见。有人说我们是塑料姐妹花，镜头怎么一个就是对，怎么会这样？还在播？狗屁！在播，还在播。那你为什么不关掉？我不是说拜拜了吗？这样装得很累哎。对啊。